前一晚仲同谢安琪孖住睇 show 嘅小明方浩文，呢晚就已经同林家谦手拖手合唱，成为家谦第三场红馆演唱会嘅嘉宾。虽然期间发生少少意外，小明嘅耳机突然听唔到声，但佢依然超淡定，仲唱得非常好，好到冇人发现佢耳机出问题。直到佢开声叫家谦帮手，大家先知认真厉害啊！唱完一首歌之后，小明就大赞家谦嘅音乐疗愈咗好多香港人啊！但係短短幾年間，你為香港寫咗好多好好嘅歌，咁亦都帶俾好多人心靈一啲嘅慰藉。其實你用音樂成就咗一個自己嘅傳奇，你知道嗎？我好 proud of you。同埋我想解開一個大眾對阿家謙嘅迷思，係咪啊？你知唔知係咩啊？因為我覺得好多人咧都覺得家謙係一個需要被保護嘅生物，大家覺唔覺啊？我就唔覺啊，因為其實我認知嘅佢咧係一個自然不同嘅佢嚟噶。因為話説講翻，其實我上年自己開紅館第一次嘅歌唱啦，咁因為嗰時有疫情啦，亦都種種因素，其實請嘉賓都好困難。但係當同家謙一講咧，佢就即刻應承咗，好有義氣，好有氣魄，好有風度。之後咧，我諗究竟點樣可以唔愛你咧？又靚仔又才華，仲要～我而家好似示愛咁樣講，搞到我自己好似。但係呢個係真嘅，同埋我想多謝你，即係為香港做咗咁多好嘅工作，我哋全部都好愛你。多謝你啊！因為你嘅歌，我諗呢段時間都陪咗好多。係啊，陪咗我啦，我哋都得到好多生命嘅慰藉，所以。呢晚另一位嘉賓係黃燕，佢話好多謝家謙俾機會佢將作品帶上紅館啊！多謝林家謙，多謝林家謙嗰時同我一齊寫咗呢一首，對於我嚟講非常之重要嘅歌，同埋多謝你俾我帶呢首歌上紅館。你聽下歌俾好多人聽，係咪第一次？第一次，好緊張啊！俾啲膽你，係啊！既然係你嘅第一次，咁我就俾你盡情享受呢個 stage。家謙忽然加開27号一場嘅門票，今朝10点開售，2.5个小时就賣曬啦！恭喜家謙，亦恭喜搶到飛嘅 fans 啊！